还记得陈少霞吗？她是陈小春版《鹿鼎记》里温柔体贴、清秀可人的双儿。经历离婚破产后的她，闪嫁中国法拉利之父李文辉。虽然生活明显改善了，但她买花也逛了几家店兼砍价，过得十分节约。其实不止陈少霞，娱乐圈许多一跃成为豪门阔太的女星都未忘本。郭晶晶嫁入霍家后，一如既往的早睡早起，饮食也是粗茶淡饭，在路边挑选价值20元的童装，商场购物后不忘拿购物小票换停车券。王晶昔日爱将邱淑贞，老公经营着价值13亿元的 IT 品牌，但邱淑贞的衣着打扮十分平民化。大女儿沈月平时也大多只穿校服或自家衣服，手袋也都是少女风，不追求名牌。夏文熙父亲是高级公务员，但需要供养7个孩子，所以后来在娱乐圈顺风顺水的她，自从嫁给知名商人黄冠博，便过上隐居的生活，理发都挑选平价发型屋，洗衣服务只需38元。林青霞出身小康家庭，老公行李员也是富商，但女儿们身上从来不见奢侈品，鞋子还都轮着穿，20年前的衣服还留给女儿们。在富商刘銮雄的后宫中，甘比是唯一出身贫民窟乌村、中学预科学历的女子，在认识大刘之前，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娱乐记者。尽管如今生活富裕，但甘比剩饭要打包，玩具旧了还会捐出去。李嘉欣父亲在她10多岁时移情别恋，长期不回家，好在李嘉欣不受影响，依旧嫁给富商许晋亨，并为了丈夫退出娱乐圈相夫教子。早前儿子 JM 满月庆生，李嘉欣选择平价蛋糕店订蛋糕，价格只需199元。全智贤虽然自小家境富裕，但家教十分严格，一顶绿色的帽子竟被他戴了6年之久，也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好太太呢。